拯救世界疲劳，欣赏非主流花里胡哨的打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一场高端对决哈，来自草地猎打他的现实中的朋友啊，特一介五啊，给他叫名字叫一介五吧。一介五是什么意思？一介五夫吗？啊，这个一介五夫好像自信他自己的手法很厉害啊，以前黄玉有质疑过他哈，他说他可以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招哈。哦，这一步漂亮假招 ，AB 过来折左右，二折命中，假一手。哦吼，厉害啊，手法果然是有东西哈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草地猎他已经知道他要玫瑰了哈，想走还走不开，玫瑰发动太快，太可怕了呀！我已经听到走开的声音了哈，居然还是被打了，还是被吃了这个玫瑰。哇，这一波帅气啊！提起黄瑶九伤，哎呀，回空 nice 啊！有时候看多了太多主流的有点没意思啊，是吧？就得看看这些二三线玩手啊玩家的一些操作啊，那个才是咱们看的热血奔腾的那个年代呀。哎，这把升龙不中，后果严重。好，打晕，哦哟，软帘秀起来，牛皮啊！草地猎这一招软帘不知道用了多久啊，练了多久啊，成功率贼高哈、啊。好，点赞接着看，刚才的玛丽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。现在有点被动，好，升龙先赌一手，小心夹一个。好，跳抓，拖过来。哇、哦、呀，跳膝夹一个，玫瑰手法娴熟哈。刚才那个滑地板抽过去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二折的哈、啊、必杀的话有些人不会防，但是在网上的话不能玩啊，因为裸杀了。好，升龙不中保一个夹过来，哎呀，不敢动就是玫瑰啊，这是啊。好，跳膝再夹，嗯哼，整绕过来打地上，太快了吧。喂、哎、喂、哎，这不加西城过来干嘛？想鬼步过来抓也不对啊！哦吼，好，打晕扳回一局。嗯，还在冲。逆向防不错，继续防，全都是很贴身的一些打法啊，不好防啊。强转成功，秀起，好，赌一手，再摇玫瑰了，哎，有责任的玫瑰，跳膝再夹，又要走玫瑰，好，可以直接下 A 破掉啊，但是压起上的时候被升龙夹到了啊，真的是超想打玫瑰啊。好，继续点赞，继续看，决胜局来了，又向逆向，这打点这么好。哎，升龙不中了！哎、哦、呀，双方呀，舒服啊，这套下来你懂的呀哈！还有蓄力烧死你！这打起来非常的激烈哈、啊，不像那个大猪那里跳来跳去的，这才是格斗嘛！没有远距离的牵制哈、啊，只能贴身肉搏呀。好，跳地抓一个，这波远都远了啊，远了。好，可以啊，自控能力也是挺好的呀。玛丽很喜欢冲啊，拿诺被奈诺洛砸的都不撞南墙他不回头的感觉啊。晕了呀，点火了，点火了，烧起来。哦呀，可以啊，好，关注秀秀不会走掉。